看一下哈，这个是分隔板的位置，我们用那个铝压条哈，不锈钢那个铝压条把它做区隔哈，先看一下去，这条刚刚做好的。放进去，这样看起来留到底，看一下，这是做好的部分，那一条做好了，现在呢，我师傅就留到这里。吸力控，吸力控，到处引起这个的吸力控，这边的边边都要打掉，塞水路，漂亮哈、师傅打这个行云流水很快，那边比较看不到，但是看这边比较清楚。这个吸力康两车的吸力康打完之后呢，就是要盖面盖，黑色的面盖盖上去就亮不亮了。这边割一刀，温在这里，过过去，一下子把它形状给折出来。要拿给师傅掉了。对。我们现在呢，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？右边这个铝隔条哈已经好了哈，左边的铝隔条也好了哈，那就这边的一样哈。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哈。这边这样看比较清楚，这边就先凸一点点出去了，这样才能够来收尾哈。那这边也一样哈，那边也是凸一点，先那个收边的先得能够收尾。那这是后面的部分哈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要那么难做，是因为我们看到哈，那几个站脚的地方，包括这一点、这一点、这一点的那个点哈，这个脚力感这里哈，这里，它都要移位置，撑过，不然它撑不起来哈。这个也是一样啊，都要撑过哈。看一下这边。这个是近照哈，看一下，这边也做好了，我们先直接拍一张。这个这角度拍一张。
尽量不超过四分钟啊，先把这个看一下哈。来看这个面呢，这就是正面啊。我有时先拍一张啊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进度哈。这个孩子刚从后面开始，来看一下侧边。好，这边，侧边也好了哈。我们再照一张相片，我们就看。那今天礼拜天剩下螺丝就是这两台寸的自光螺丝哈，这个剩下差不多半格哈，不到半格了，剩三分之一。上面怎么写的啊？看一下啊，就是这样哈。未分40×45，45什么意思哈？就1.5台寸的，它一公斤大概278根哈。这个是就这个哈，自光的内六角哈。这个现在第二盒，这个就是这个尖尾内六角啊、哦，这是2×2/2寸的，2寸半的了。看一下这个哈、哦，来，啊、哦，这剩下一盒，差不多一盒哈、哦。那再来就是这个是尖尾，但是它没有全牙啊、哦，尖尾内六角没有全牙，隔壁的是尖尾。第六条全条，啊，那8×4两台寸，这1.5台寸，你看它都是这2×2/1，你看这个2×2/1哈，它一盒一公斤是超201只的哈，那你这个1.5台寸的哈，一公斤差不多278只，这就是剩下的那个所有的螺丝，我把它做个记录哈，这个是另外一边螺丝剩的哈。这个是1/2/1，这个是外六角尖尾的螺丝啊，就剩下差不多一包200只，这差不多应该有50只左右吧哈。那只有一包又1/3，这是多大的呢？2英寸的哈，它是写说12号的哈，2英寸的，这差不多200只哈。这个是啊、哦，长得这样子哈、哦，就是外六角自光螺丝，外六角自光螺丝，就剩下一包半左右哈、哦，一包就1/3了哈、哦。这一包是3英寸的自光，3英寸的自光外六角白铁，全白铁自光哦哈、哦，剩下应该一包才用几只可以的哈。哦